母亲，今仔日我咧看头起面，小虎代事实，拄仔咧念字你就来啊！你甲你恭喜，你甲我恭喜，阿娘，啊难道有喜事我来唔知影？嗯，我哦先甲你决定，较甲你讲，你哦三工后就爱准备，准备通哦要做新郎啊！什么哦？来，这里的突然要叫我娶某？嘛，都要给我一个心理准备的。吼、哦，唔免啦。但我来阁先甲你讲，你连咪甲我讲东，连咪甲我讲西，你的理由是大堆。我是要等到什么时阵较合适？阿、啊、娘、哦，这姻缘是天注定哦。啊，无感情的基础，就雄雄叫我娶。啊，对方是啥物人，我也唔捌伊呀。那对方哦，这个面模啊，你就免烦恼啊，绝对是水的。面模啊，免烦恼。迄生得像迄捧哥安尼。鹏哥，我无重外表，我需要的是内在。我希望伊若嫁来咱新家，上个重要的爱听我讲。啦，人咧千金首饰啊，迄老爸足好家教的。啊，若感情无要紧，慢慢啊培养。我甲恁老爸嘛是慢慢啊培养来的。你嘛知影，我哥的个性比较比较黏。阿娘，哎呀，阿哥，这叫我关心父母。有吃炒蛋了哦，你呀、啊，哈，这么中道的，你着念阿兄，拢无看见恁老母伫遮，阿娘，无看见我咧生呢，啊，哦，你生乌斑呐，有我甲你叫啊啦，哦，无啦，阿兄，我拄只出去佚佗，无说你割着土，割哪什么？阿兄就是无希望你凊彩去坐涂骹，做治疗伊也好哩，你搁去磨哪啥？阿兄，我知啦，你放心，我会家己洗面，我再来洗面。阿兄，紧、嘞，时间要到啊呢，我要来学堂啊，啊无要迟到啊。我今日来等嘞。阿娘，你是拢无听你老母咧讲哩？什么代志啦？你连伊要做新郎啊，即马一大堆物件拢也未看嘞。我你讲，遐学堂你逐工要去的，我讲的，你今仔你家己去。阿娘，我要带你阿兄。就叫来去看一挂做新郎的物件。哦，啊，不过我平常拢是阿兄带我来去的呢。是啦，无用的啦，伊哦平常时出鲁莽的，叫咱若是跋倒要安怎啦？啊，你就是拢安尼甲顾顾，顾甲伊家己哦，拢也袂晓独立，迄哦未细汉啊，你的代志较重要。我嘛较细汉。好，啊，你真正是要叫我呢？啊，你要做新郎，衫裤嘛得爱订做一个。阿娘。好，好啦。对啦，我哥即马我嘛未细汉啊，我大汉啊咧。你够管过？阿娘，袂听安尼讲啊，我即马吼已经伫学堂咧读册啊。我即个勇敢，我家己去，我家己去学堂。你甲阿兄有啥物代志，恁家己去处理。嘿啦，我带恁阿兄来去做几撮新衫。好，啊，顺便做你个啦，知无？好，阿娘。好，乖乖。谢谢你哦。我知，我会谢你，我绝对袂跋倒。好，我会去接你下课。真的吗？嗯、你来接我下课哦。嗯、好，哎，我先来去啊、哦。去哪里？坐坐我行嘞。爱叫食饭哦。爱叫来接我下课哦。认真读册。我会等你哦。哦。啊，你等下跟我讲你读什么哦。哎呦。好贵，好贵。李荣啊。哦。你真正甲恁小妹啊当作是啊哥，你三岁呢呐？阿娘，你都唔知影，伊平常时拢对伫我身边，若无我阁照顾伊，逐项嘛拢袂晓。你就是收听伊，伊太逐项个代志拢依赖你，你爱替你家己想。即摆以后你要娶某啊，你个重心爱放伫恁某遐，袂当讲是顾恁小妹。阿娘，啊对方是嫌是好，我也唔知影，我哪有可能？该娶你门娘，就把我重心放伫伊遐啦。嗯，啊你无安尼，要哪培养感情啊？啊，凊彩啦，哎呀，阿娘，你莫安尼甲我烦啦。啊，我要